好，我们看一下牙齿啊，牙齿这里面，这里有一颗已经外翻了。那里面这边，你舌头伸进去，舌头伸进去，这里面有一个小的乳牙要长出来了，有没有看到？我看啊，等下我会给你看小的乳牙要长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后面这里哦，后面这里有牙齿要长出来了，你的后面这里，后面那边。这里后面这个位置对，这里面后面的位置有牙齿准备长出来，它这边也是，有没有？有长出来，要准备长出来嘞。这里啊，后面这里有牙齿准备长出来嘞，我都有看到哎。对，所以你后面要开始照顾咯。啊，上面看一下上面。好，那我们那因为牙齿，我们还是要让它就是正常的掉下来吧。哦，好吗？那我们看一下，好，摇50下了，轻轻摇，这里，这里哈，轻轻摇，你要自己摇还是我摇？你摇还是我摇？我摇。你摇，来，不是不是，这个这一颗，这一颗前面这个，站起来，对，这一颗，这一颗对，来，你要摇50下，慢慢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有在摇吗？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啊，大口，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50。所以你都有轻轻咬它，对不对？看，我看一下，这要洗手，洗一下。好，我看一下啊，但是因为你这个已经很明显有在动了，对吧？有在动了，对不对？对啊，你的另外一边呢？这里呢？这里还没，对不对？也是要50下，真要摇这个要摇一下，轻轻的，轻轻的。OK，我先看一下，我看一下啊，这个这一颗啦，因为你这两颗已经要准备要换牙齿了，那这一颗比较明显，好吗？那我这边轻轻的帮你压，一、二、三，有动，你看四有没有？五、六，轻轻的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你看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50，好，你这里有已经我看啊，你这里有50下了，会痛吗？会一点点，对不对？不会，好啊，这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这里刚有摇，对不对？好，好，这个要摇哦，摇10下就好，好吗？轻轻的，不会痛，10下就好，来啊，啊，你我看哦，来10下哦，因为你这已经往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漱口，漱口。哦，牙齿它要准备掉了哈，我们要洗手漱口，漱口一下，漱口一下，来漱口。漱口很可怕。不会啦，不会可怕。让帮哥哥慢慢让他用啊，因为他后面牙齿已经快要出来了啊，要不然到时候整两排都长出来，很吓人。不哭了。
好，每天都这样子弄，很快就好了，好不好？好，加油。